也还快好个，不过没有被日本重视，还可以提供过好十至二岁的朋友交流的机会。没有被日本重视，也会推翻十至协会，许多没有的战士用三十倍协会盛宴，用纸做出各种各样的形呢，还加战士出米好。这两百零天的展品当中，家家都会用一种纸做出一项东西，太家路忙色见怪。比起来的洋芽的还有比定的烟呢，各式各样的杂志全部做在台湾杂志协会盛宴的作品。协会理事长张燕都表示，没有别也从杂志展做得讲是最近几年国内规模前台的两百零件作品，大部分做在有一张纸的杂志，同时做不得见过老纸的常态变色，杂出装饰艺术难度当高。装饰艺术上面来讲，很难看到大的作品。所以通常都是像装饰艺术，它就是以数量多来去做。像前面的这个，对，像前面的蝴蝶，都是属于把大，就是用数量化。用纸的表现各种作品，向到民众来欣赏。像系共党友嘅生意上手，党友创意嘅造型杂志，观众就当懊恼，也吸引咩规划体验期，不少太年设置多场体验。我最喜欢十二生肖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折得很细，而且很细致，然后而且又很生动，感觉真的就是那样要活出来的感觉。一张平面的纸可以把它折成立体的图案，而且放在家里可以当作装置艺术，所以非常的特别。杂志协会表示，杂志是数学的延伸老利用，还开是美好老数学的整合，当地的民众来研究，用板条个创作呈现，每感受杂志的各种表现。客家新闻总知名苗栗报道。